各位好，你们在领装的时候都拿到一些资料，里面有陆战队士兵信条、歌词，还有陆营的相关规定。另外，还有一本大兵手记，这是你们上举光日的时候要写的心得，还有当周新训生活的感受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都可以写在上面，连上长官都会知道。了解吗？了解。好，接下来辅导长呢？要教你们唱一首陆战队特有的军歌《战斗的陆战队》。现在拿起歌词，辅导长唱一句，你们跟着唱一句。看我们部队多精壮，侵入山河声势汹。预备，唱。看我们部队多精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练踏步。当我念一的时候，你的左手拍左腿；当我念二的时候，你的右手拍右腿。现在把你资料放在板凳上。好，听我口令，踏步，走。插手摆头，确实插腰摆头。动作做出来。脚尖对齐你的领兵。准四十五步。向前看，小心。各位的歌词还不是很熟，在唱军歌的时候，要大声的把声音放出来，尤其是第三排的。你们唱的比第二排的还要小声。学文班长，是。加强训练。报告，是。
尾休息十分钟，十分钟之后灌洗。小心！动什么动啊？口令下给谁的？回去，站回原位啊！小心！认真！加强新兵对口令下达的了解。是。追！连长的口令是下给排长，排长口令下给班长。明不明白？明白。刚刚在唱军歌的时候，班长看到有几位同学嘴巴像金鱼一样吐泡泡啊，动也不出声的。叶素儿就是在说你。你们今天是第一天入伍，班长可以忍受，但是提醒一下各位，赶快进入状况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第一排、第二排注意，待会休息时间十分钟，十分钟之后床前就定位，小心之后不建议解散。小心！动不动？下达口令是给第一排、第二排，你们第三排，回原位。各位弟兄，大家懒懒散散的。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你们被点名，我也被点名，代表我们的训练不够，别人休息，我们需要留下来加强训练。部队听口令，向右转，我上一栋，第一班第四员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那你的战姿怎么跟拉皮条的没什么两样？谢谢。欢迎归队，部队听口令，向右转，炮步，欢迎啊，回上一栋。如果你对班长下的口令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你可以举手发问，班长会替你解答。没有，就坐好，炮步。有本事一起跑啊！班头，哟，你刚的 murmur 我有听到，请你大声的复诵一遍你刚说了什么。有本事就一起跑啊！大声一点！有本事就一起跑啊！好，有本事就一起跑。班长跟你们一起跑，跑得比我慢的人，你倒大霉了。跑步，走！鬼鬼祟祟的，要休息要回寝室，不要打闷炮。看哪里啊？楼梯在哪里？你看。床去聊天，
当作这边夏令营啊？班长的话都不用听了是不是？还动？我有说你可以入列吗？回复上一栋。去哪里呀、啊？回来。报告班长，我刚刚在打电话，所以我要回去电话亭。回来！你脑子真的有洞？站好！其他人笑什么笑？回复上一栋，是向班长请示入列。明白吗？明白。入列。笑什么？靠这么近，咬我啊！距离班长二至三步就可以了。退啊！入列。红冲跑，笑什么笑？叶素儿，你看哪里啊？神游了是不是？身上长虫啊？立正都不会，手贴齐，看前面。各位来参加志愿役，原则上连队希望各位采取自动自发、自我管理，尽量不去约束各位的休息时间。可以分配哪一梯先去盥洗、逛福利社，或是打电话做自己想要做的事。可是，刚刚有人先违背了这个基本原则，所以往后都由班长来亲自分配。有意见吗？没有。没吃饭啊？不会大声一点啊？有意见吗？没有。待会盥洗可用时间不变，第一批先去。给各位30秒，换上你们的短裤短袖。话说完还有29秒，28 20 19 10 9等了这个时间，应该跟爸爸讲电话的，还在这里等洗澡。洗澡开开心心的，干嘛抱怨？洗完澡讲电话轻松啊，不是很好？你在吵什么吵啊？红冲头又是你，话痨是不是？其他人在等什么？还不赶快进去！报告班长，不是每一间都有人，嫌时间多是不是？两个人一间，赶快进去。里面好的就赶快给我出来，还有人在犹豫啊，进去啊，赶快进去。进来干嘛啦？班长说两人共一间啊。哎呦，干嘛啦？瘦瘦的，蛮有料的哦。是看够了没？给你看到是你赚到。因为你的关系，要拖大家洗澡的时间，要有两个人这样挤一间，真的很抱歉。这样我才可以坦诚相见。不过我有点担心洗内衣的时间不够了。哦。没关系啊，你用我这个啊，三合一的都可以洗哦，很方便的。来，来，我帮你。谢谢。来，这个去换洗。我帮你擦。哦，干嘛那么痛？你这一回哦。哦，你出去了！干什么？洗澡还在玩水啊？遮什么遮？你有的班长也有。
刚在干嘛？金秀敏，不要帮我洗啦！金秀敏，你选妃啊？还是要班长跟你一起进去洗？来啦！快啊！班长，不只有二十分钟啊！动作加快，动作加快，能不能洗三分暖啊？没有人在给我喷膏，这么悠闲。王曼丽，还给我刷背，要不要顺便去角质？动作加快！做洗澡，洗好了。黄曼丽，就只剩你一个了，你还真的给我去角质啊？哦，我真的很忙，我还要敷面膜。几点？快去洗澡！拖拖拉拉干什么？提醒大家几件事情，我们洗澡时间不长不短，就是二十分钟。二十分钟，我们整个部队人要洗完。那班长呢？不管你是一个人洗、两个人洗、三个人洗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把澡洗好就好，好不好？大家第一天来部队，要熟悉一下彼此，互相关心一下你的同袍，切磋一下你们的身材，没有问题的。另外，班长这边提醒大家，不要第一天来就丢肥皂，让人家捡肥皂。会很尴尬，以及不要把这里当成 KTV， 自己家里面那边唱歌边洗边唱，时间有限，请大家动作加快。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？没有。好，没有问题就开始动作。动作加快啊！哎，港台，一起洗呀！丢肥皂。